真是棒了，来给董事长鼓励一下哦。没有想法，哎。想法最重的是哪一个？越来越难了。哪一个？右下。你都很重。右下。右下。啊，有人说左上。左上也很重，左下。这两个想法都很重。啊，如果刚好你儿子的女朋友，或者是你现在的女朋友这种下，第一件事你要摸你的口袋够不够深。口袋要够深，你才能够交这种女朋友。啊，所以你忙办丢卡，我会讲你都办清楚，你等下你也够深哦。那这一位也很漂亮，可是就是怎么讲，家中这边聊一种娘。啊，像那个远大，这个你弄白了，这波多也结一样。干嘛白了？男生干嘛？这日本的 AV 女神啊。哦，那你口袋要够深，就是这一种哦。眼睛圆大，你就比较不容易拒绝富足的诱惑。张小贵，这个也不行。那其实这种眼线哦，你要注意了，看蒙蒙，好像没有深度那种，不是读书的小孩，或者是他本身不是有那种教养那种眼神。好的，刚刚讲少年一轮美，老来一抱虚，接上刚才，谁告诉我还有几分钟？十分钟，好，这是张大仙，皮有大肌肉，该醒干我干，这是老虎，他那些求懒功哦，他那些胡须给他加很多温，好。这是孤什么？孤。哎。从刚刚讲的一路学理走下来，骨骼定义是从孤讲到气色，讲到五官，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老虎，而且是大老虎。你这个哦，你看他看这个地哥，他看这对耳啊，这土地偌济？哦，这个做清楚啊。啊，这个知名演说家王楠，这个是老虎，王楠也是老虎，我听过他演讲，讲得不错。好，这个可以照相，女子九三相哦，你今天照到这张相就值回票价。这个。财位哦，财位没办法讲，但是我用其他取代，因为财位哦，光亮镜的功没会，下一次。哎，我都跟你讲，跟你听，无啦，有比财位较重要的啦，好了吗？这个没办法讲的哦，女子九三相就是，晚元斩后子仙戏就是看这点，这个爱把包骨，你若想安尼，袂入嫁啊，女生若想安尼。爱把包骨，掌后就是这手掌爱高，指先系就是爱上竹笋啊，爱上安尼。婉言掌后指先系就是安尼，这是我给他下的注解哦。这一看，我们在社交场合有新朋友、不认识的朋友，跟我没关系，一瞄一下，这两寿星高一堆，实在，这一看就知道这个大家闺秀。你就可以仔细哦，给他下一个注解。好，这是我在赖族群哦看到最端庄又最漂亮的一张相。好，最端庄又最漂亮，这个无懈可击啊。不是谁？我妈妈的。哎，赖你传早安的呀、啊？其实可是哦，传早安。不是，这个不是传早安啊，就是。他传一张图片，下面写早安的、啊。嗯，这应该也是真好命啦吼，啊，一个孕妇，因翁也真有发挥啦。他眼神散发出来的气质哦，有想法，但是是正面的想，对不对？好，
好，这个是这是赖玉传的啦。这是赖在传的哈。好，最后十分钟讲这个哈，那个改天有机会再讲财位，因为那个半个小时都讲不好，啊，恁听无，时间无够，安尼讲别项较紧，这个也很重要哈。地理风水有八九个派门，有生和天，有三元三合，四大局，九星天空，很多个派别哈，没有人有意见，统一一个都要尊重的一个判断法则，就是你起厝唔容易翻天，啊，你若唔是起厝，恁家四周围有时啊隔壁会增建嘛，建设公司伫迄块空地啊买起来会动土，方位上要注意，这个叫通书，这个叫农民力，好，要注意啊、哦，这个叫紫白灰心，它这个一白二黑三碧。四绿五黄有没有？六白七四八，五黄六，六白七四八白九十，这个叫紫白彗星，每年都不一样。2019年己亥年八徛中，啊，你要注意啥呢？注意这个五位走一对，这个五位叫五黄煞，这足重要哦，这死人哦。今天我家己从业30年，布了3摆。有黄煞啊，因这个好心，甲撸起来做车库，他们都搞起来，安尼都袂使。那个方位不能动土，如果动土，你要很小心你的事业健康。哦，不管你们家是坐南朝北，坐东北朝西南，坐西朝东，坐东南朝西北，你们家的西南方。不能够动土，意思是这样的。五黄煞不能够动土，这是第一点。有没有听不懂的？就是这个五走一对，西南方是今年属猪这一年的五黄煞，别再挡破，挡破有代志。你也可如，你也看你有白金厝无，生意也大。好，这个是。这是农民历哦，我们今天12号在这里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今天的天干地支庚辰，我们今天12号，今天庚辛日，八的占中，这里有个800，你也要看那个。好，那这里呢？这里会有个宝瓶，有没有？这个315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太阳的黄道四路径，我们这个很科学呢。哦、我现在讲的这个科学，太阳在黄道四路径在西北，所以雨水以后20号浇雨水，它走了15度，刚刚是315，现在是330。太阳在虚，也是在西北，太跟虚不一样啊、哦。好，这是农民历哈。刚刚那个是放大的，好，这个叫月五黄。刚刚第一个八的占中怎么样？这个月农历1月份，它这里会有个符号。二的占中，那你要看五在哪里？五在东北。所以你这个月，你若要增建，东北袂使动。你若拄啊好，要去卡一间别墅，安尼袂使。后个月。来听，意思是这样哦。好，这个本来是要讲这个啊，这个时间不够了哈、哦。那个财位就是你要对一个位置啊，你的姻缘位在哪里，财位在哪里，你要摆什么东西，那个要1个小时以上。无人听无，啊听无就唔卖讲。啊讲互恁无时间够，时间不足啊，搁听无，大家去烦恼。下次有机会，或者是3月16号去演奏曲厅啊，那一场要收500，国宝，请听来去参观那个富丽的那个豪宅，哦，啊来结束安尼。好，安尼无啦，查某囡仔偏爱想安尼，我非我赞，赞。
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哦，向来，还有，要提供给各位问嘛，有没有问题？谁要发问呢？请问一下，因为刚才有听到说西北部那边都是今年一年的变动，还是一年就不一样了？西南，西南是西北，西南啊，西南现在属猪嘛？猪年，你刚才说猪年，不是太阳在西北，现在这个节气太阳在黄道四路径的西北，不能动的五黄煞是西南。不能动的五黄煞是西南。你刚刚说的是猪，今年猪年，所以是一整年都不能动。西南宫不能动。就是一整年。对啊。那当然有代志。哦，西南。还有吗？还是哎。李师长你好，请问一下那个高雄现在推那个什么算命经济文化啊？那个韩国理事长啊？我咧想讲，像咱台北人咧龙山寺哦、地下室哦，弄个五星级，迄个算命街哦，台南卡很无啦。台南无哦。有没有这方面的讯息？讲我咧推这个算命街啊，你知道？你迄、那个咱这个心理做读书会，你武术方面哦，黄理事长你比较活络，在这方面人脉比较广，你看这方面的消息啊。你是讲意向还是消费？意向我常听到啦，有啦。意向常有啦，啊，你若固定讲。像迄个什么地下这种算命街，叫。无太难无。有较早收起来，海岸都收，整资料收起来。哦，较早是海岸路。啊，其实阴阳五行卜卦算命，在这近15年来哦，没有新兴行业，它也没有新兴市场，因为其实。我们这个行业在民间信仰的，那么可能政府发行的证书而已啊。在民间信仰，它这个景气不好还是怎么样，它没有办法发展出新的群聚效应，只能够像社团这样，啊，大家你第一书，我第一书，啊，大家下来社会安尼。你若消费行为要靠个人魅力，啊，即使像你讲的那个都太商业化了。这龙山街黑嘛，黑我有去过，迄到尾也拢会商业化，其他也无想你这个以外更加多了，哈哈，会这样子的吼。好，还有吗？我们感谢我们黄理事长，掌声鼓励一下哈。好，谢谢各位。等一下哈，因为今天有很多新来的学长姐，我想请他们大概露脸一下。第一位。王丽华学姐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啊、哦，啊，照相，那我们确认这个专业的摄影啊、哦，再来杨秘密学姐，杨秘密啊、哦，袁秘密，谢谢，再来叶明雅学长，叶明雅，欢迎你常来，好，谢谢，我想今天黄老师讲的，大概他。认识的大概1%而已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自然会长，还是我其他的城市也会邀请他啊、哦。反正我们有直播了，自然播现在我们一共一起一夜嘛。再来采奶云学姐来，掌声鼓励。再来曾彩静学姐，哦后面，今天的面孔都很善良，特别善良。再来杨淑雅学姐，哦，来欢迎。再来邱淑慧学姐，邱淑慧，哦，这是副的，另外还有夜间部同学，你有多少今天的？哈哈，就这样。要，他渐渐不睡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不够，大家反应很好。再来陈瑞佩学长，啊，欢迎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分享的苏世阳医生，来叫哥吗？再来跟我差一个字的陈启文学长，启文。再来我们的顾问，也是我们心灵领袖读书要导读一本，谢谢你迟到的黄教授、黄主任世明。苏瑞龙学长。再来李雅晶学姐，
张嘉云，哎，不是哦，吴啦哈，对，把他形容成这样的。吴嘉云学台湾大学音乐系，好，那这几位优先再两个提问的有没有？学姐六宝，我看你笔记这个鬼多堆，两个就够力。我这个嘉奖就做我的奖品，我做领主，你不知道奖品吗？奖品哦 ，CD 的有啊，你我做奖品 CD 啊。哎呀，对对对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只能在电脑里面播放，因为那规格不一样。你到哪点击，那拢有那边款式，爱点点到。啊，每个人看你的机缘达到什么，有面向，有风水，也不一样的，还有修行。那大家可以教我。然后场次也不一样哈、哦，啊，回去看一下不错了哈、哦，跟大家结个缘。那我点一下那位红色的女孩，叫做雅静，是不是？彩静，好，你提问一下，你今天听了这么多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要不要到前面来？来来来，前面的，来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请老师帮你看一下。看是没问题，但是不要公开讲。好。来，来，有今天对今天的演讲有什么要高兴？今天演讲讲得蛮好的、啊，谢谢老师。听得懂，可以理解。对，听得对，可以理解。对。印象最深刻是什么？面相。对，面相。刚刚九成都是面相啊。对啊，面相讲得很好。是哦。对啊。谢谢。那欢迎你来。好。如果你要加入，只要再加2000块就可以了，400块。好了，谢谢。好，然后我这个有 QR code， 有微信跟 LINE 啊。愿意加的也可以加。啊、请问我的手机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在那边。啊，有帮我录了哈、哦。有帮我录的帅帅的。一定。